霹雳一粒的复健工会弥漫着新春的气息，可爱的小朋友穿着传统中国服装向民众拜早年，说好话，竹筒回娘家，响着钱币的叮当声，民众为父母敬上一杯感恩茶，挥春写好字，结好缘，更有志工们为前来的民众送上静思糕点和品尝新春静思火锅汤。我觉得讲说这个就是希望跟大家结的一份好缘，也让大家的真的是可以安心吃，然后也可以健康的做。慈济志工捧着一杯杯的静思养生火锅汤，让现场的民众试喝，分享今年新春送礼的健康礼篮。当中有一对夫妇在志工的分享下，满心欢喜地把静思火锅汤配套请购回家。每年初一我都有吃素啦，刚才我吃了很好吃，我要买回去新年我做火锅哦。好吃又健康啦，又有神功，不用蒸，很方便哦。把静思融入民众的生活里，希望即将来临的新春，大家都吃得健康，快乐每一天。大爱新闻，洪慈赫、冯立新，马来西亚霹雳一粒采访报道。